广西自18号起降雨不断，导致山崩。巨石崩落，尘土飞扬，道路中断，路面还被巨石砸出了长长的裂缝，幸好没有人伤亡。而这种现象最近可能频繁出现在中国华南地区，尤其最近打算到香港、澳门等地靠近中国华南地区的台湾民众得留意龙舟水将袭击广东。水利部预计珠江流域今年受龙舟水影响可能偏重，在5月21号至6月20号期间降水总体偏多。龙舟水顾名思义跟端午节有关，通常每年5月下旬到6月中旬小满和芒种节气期间呢，正是华南前汛期的盛期，最容易见到频繁的暴雨和强对流，而且又通常出现在端午前后，因此也被称为龙舟水。水气充足又遇上冷暖空气交汇，导致珠江上游的广西地区已经出现短时强降雨。在广西南宁还有隆安出现了极端降雨，单日的降雨量突破了5月的历史极值。广西钦州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，当地24小时累计降雨量610.5毫米。昨天凌晨时分，一个小时的降雨量为189.6毫米，打破了广西小时雨量的历史记录。短时强降雨危害大，台湾民众赴中国华南要多留心。华视新闻综合报道。Hello， 我是李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